家好，我是耶律罗明，欢迎回来暗黑破坏神二。那这一集齁，跟上一集是同一天录的，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进来吧。齁，上一集的结尾我们解决了这一个齁遗忘之塔的任务后，我们接下来要去这一个交通对的地方。然后我其实在上一集忘记了，我影片结束后，我在这边开了一个，我在那边在遗忘高塔那边有东西没捡完，然后我就开门回来，然后结果我就蠢蛋离开了，少捡了一点东西。好，没关系啦，少捡一点就少捡一点。那这一集开始之前，稍微做一点点的，稍微来看一点东西哈，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错的可以买的。加二星星，加上冰当暴风雪。这里的对，这里刚开始的好像没有到很优呢。对，刚开始的这里都好像比较不会买到后期的武器。对，那因为我后期有技能，对，我这边目前下一个等级就要用这个冰剑柱了。可是我目前的冰风炮的速度不好刚高啊。对，会有一点尴尬。对，毕竟我的主手武器是有加二。对，如果少这个二呢，我的冰封球的输出其实也是不低的。可是冰尖柱是属于扩散攻击，对，所以在单打的时候是可以用冰封爆，然后 AOE 的时候需要有一点 AOE 的输出的时候可以用那个。对，那我们就，哎，想到那个闯出门就有点可惜。好，那我们就去外部回廊吧，这里也是。The monastery on Dariel's stronghold。对，这里也是一个需要我们稍微探索的地方。对，我们就加减。哎，银武器哎，来鉴定一下。我们就稍微左右一起探索，好，把这片地图探索干，前面的地图方便探索干净。对，稍微探索干净一下。我看到你。捡一下。哦，看起来右边没有。看起来是这个门进去应该就接近了，因为那个什么，这个任务啊，这个任务的那个位置离传送杖我记得不远，对，还蛮近的啦。守卫很强，啊，不，我们的佣兵很强。一样，老样子，探索，边探索边那个。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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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这次是开在左边哦，我以为都是。以往我都是开在中间比较多，对，里面是军营的话，对，因为这个就是在军营里面找到的，嘿，如果是军营的话，那我走这边应该就是刚刚那种空地，黑色罗格，对。那我们就去军营吧，提拨一下，看一下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这边也提一下，就一堆陷阱。
就一堆陷阱，哭啊！那他走、哦，他直接被我的碎冰甲打爆啊、哦！那你死了就不管，走吧。对，这里就会有一点麻烦。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这边的地形不太适合，对，不太适合我。打打，变质卷轴，变质卷轴加减减，走一条路，去往前走，发力神，发力技能。在哪里呢？我看到了，我看到什么？我看到小鸡，一发呆掉，走！哎，天啊天啊天啊！痛痛痛痛痛痛痛吗？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痛还是不痛，就觉得哭啊哭啊！等一下，复活，复活就是这附近有那个、啊，看到了。然后上一集结尾我忘记修装了，我武器快烂掉了。哦，等一下，等一下，这边都是小虫。他们的火球就痛了。掉了，又是小，又是套装的小盾牌，哇，300多块，行行行，哇，400多块，哦，这么有钱的、哦，这么有钱也是不错啦，老实说，看一下，小盾牌，26，跟我这个一模一样，17、75，对啊，一模一样的套装小盾牌，还不错呢，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这边就到监狱啊！这个是下，这个是这一集录完之后的直播啦。对，这次录完后的直播，我将会去那边进行一番探索。对，预计会到，对，接下来就会预计直接杀到最后一个图。对，直播的部分会杀到最后一个图。会把，应该说把这路上。我会演示在直播里面，应该是这里了吧？感觉差不多了，感觉就是在这附近。等一下，等一下，我的佣兵嘞！我看到你，我看到了。对不起，我错了。我想说，我敲一下，怎么会有电喷出来？就一只小 boss 在我面前，我还没发现。等一下，我就随便了。权杖，这是圣骑士的权杖，我就不用看了。啊！有没有看到我的佣兵在哪里？我的佣兵在这里，他在那里那边给我来回。来回折腾，算了算了。对，给我那边一直在那边蠕动，还不顺过来，再不顺过来，一杯就被吸啊！哎，又是小 boss。哎，哦，皮肤强化，这一次一发带不掉。但是我这个一发进去，不好意思，就把你带掉了。来来来，小妹子来了，哦，你可终于来了，你可终于愿意来了。哎，小瓶的蓝水加减减啊，不然没有蓝水了，不然目前没有蓝水，该差不多了吧？有没有这个拐角不太喜欢？先吃。
里面丢几发，可以进去看看，差不多。好，看到了。哇吼！哇吼！弹点，弹点，弹！当机！天降 ！BOSS 死去，直接死去。然后只喷一个，看，算了。I hope the sisters appreciate this thing。然后这个就是这次的任务目标啦。对，这个就是这次的任务目标。这个卷杖应该是圣骑士专用的吧？对啊，现圣骑士啊。好，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时候就要做个 ending 的啦。对，那就回去做个 ending。不过我决定稍微在附近再稍微小小的探索一下，毕竟目前这边有没有？这边还有路可以走，搞不好还有东西可以探索一点点。好，答案是没有。对，答案是没有。有啦，白骨法师啊，两只白骨法师，差不多，对。好，结束了，对，那我们在下面那边开门回去，对，因为我等一下要接着，对，这边做个 ending， 要接着那个了。嗯，好，我们开门吧。来，先去找他好了。对，先去完成任务。Hello。Oh, thanks so much for returning the Herodric Malice. I will now imbue one of your items with magical powers. 他这个注入啊，只能一次注入一个而已。对，所以这个不一定可以，不一定要完成。对。不一定要完成。对，他可以不完成，因为现在完成的话并没有任何的好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现在随便注入一个东西，到时候武器换了就什么都没了。对，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放着。那接下来要去触发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暗黑这个暗姐，就找他。It is certain that we face the Demon Queen Andariel.Who has corrupted the rogue sisterhood and defiled their ancestral monastery? This does not bode well for us, my friend. Ancient Herodric texts record that Andariel and the other lesser evils once overthrew the three prime evils, Diablo, Mephisto, and Baal, banishing them from hell to our world.Here they caused mankind untold anguish and suffering before they were finally bound within the Soul Stones. Andariel's presence here could mean that the forces of Hell are once again aligned behind Diablo and his brothers. If this is true, then I fear for us all. You must kill her before the monastery becomes a permanent outpost of Hell and the way east lost forever.新任务就是去深渊的地下墓穴，找到安达利尔的老巢，就是解决他。对，那这是下一集啦。Hello。对，这是下一集。然后记得跟各位稍微讲一下，就是你们在解任何任务的时候，都可以去跟一些跟现有的 NPC 去交谈，对他们都会提供你很多的。Hello?有没有很多的关于任务的那个什么？对，就是任务的讲解等等之类的。对，那这个各位自己去看吧。对，这些，还有我到现在才演示，是因为我现在才想起来。好，这边稍微再加做一点整理，我们就做个 ending 哦。这个卖掉。哦，这匕首看起来很屌哎、欸！哇，如果是玩刺客，这把一定很强。或许吧，看起来蛮强的。可惜我不是王刺客。可惜我不是王刺客。
家做整理，最后把东西存一存。对，大包包的 mod 其不大包包的 mod 有了，可是银行包却没有。银行蛮想要有银行包的啦，对，这样子的话，对于我这种收集癖是有很大的帮助啦。对，虽然说也不是说收集癖啊，就是稍微会有收集一点东西来讲的话，那个 mod 其实我还蛮爱的，可惜 1.14B 的 mod。就是并没有这个这边的 mod， 就觉得还蛮可惜的。对，我们稍微去看一下赌博那边有没有卖好一点的腰带吧。Hello， 好没有。对，好，那这一集就先到这吧。对，我们最后一张会多久结束我不知道。对，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吧，谢谢大家观看，我们就下期见喽，大家拜拜。